我也想把他生日的快乐带给中韩两国人，他是很温暖我们的心灵的，也让我们两国呀人民啊都很开心。我呢代表使馆向他们献上了感谢。 因为这个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，然后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就不想错过，所以也是经过跋山涉水赶过来，然后一早上就过来了。每次看到他们的视频也好，然后照片也好，就觉得特别的治愈。祝福宝三周岁的生日快乐！然后我希望就是福猪猪可以一直这样子。